吹，哎，这边会拍大特写哈，吹吹慢动作，你就看着他，他吹他没发现，你看他哪里？看他眼睛啊，哎，对对对，看看看，这样这么近吹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对对，左右吹一下，左边吹吹，右边吹吹，嘿，对对对。看一下，你一直瞪着他，对，一直呆呆的看着阿健，不讲话。哎，我问你眼睛有没有？眼睛好一点。好，那我有事先走。我有事先走，你自己弄。哎，对对对对，这时候又要把豆了，狼疮哈。这个是给你做新的哦，过来，你是这个是，这里就这里下去。对，我问你眼睛有没有好一点？我问你眼睛有没有好一点啊？哦，你先回去，你自己慢慢走。哎，又滑动，哎，小心哦。沿路这样滑动主次就好。对，冬天那个。感谢各位，那个画面就看到好像滑轨这样，就过来就滑过。哦，哎，你自己练自己滑一下。先滑一个。要夹到屁股啊！来，我来，我帮你看一下。不够了。对，我两次。再过去。他中间那个。一只脚要先到那里，真的。我帮你看一下。还是你其实不想滑，因为自己靠近这样。会不会就是有这种女生？你练一下，你可以滑多远？我帮你看。哎，不用不用。我自己脚超长，不用。一种做手扶梯的概念，然后就不用，我抽筋了，抽在这。吹眼睛蛮害羞的，哎，我要帮他吹。对，好好吹。因为其实帮人家吹眼睛真的蛮尴尬的，因为你要很近，然后你就会看到他就是皮肤啊一些细纹，就脸上的一些东西都会被看得很清楚。一直看他的嘴唇，还要感受他的吹气。对啊。毕国就会上去了。你一定要做，怎么后面没有椅子啊？你要做那个动作，对对，他才拉过来。对对对。等一下，我最多再评一个他们的配合怎么样。他眼睛会不够红。这里。我先做一下。你眼睛有没有好一点？哦，你觉得刚刚阿健吹的怎么样？就是感觉他很常在帮人家吹鼻子型的感觉，因为有些不太会吹就会真的把我越吹越红，就会越来越干。可是他那个蛮柔顺的。他这样，他刚刚这样帮你吹眼睛，真的在回答这个问题。都很认真，因为真的有些真的。会越吹越干吧？应该吧。那他刚这样吹有，你有闻到什么？这个吹是什么口味？我觉得今天早餐是吃挂包，挂包，挂包，挂包口味，里面还有一点沙茶。哦，豆浆，豆浆，还有咖啡。有点 mix 的感觉。
其实你有没有越拍越觉得，其实阿健感觉情史应该蛮丰富的，因为他看起来阿健，阿健，应该都有吧？因为他因为目前看起来就是看不太到他一些情史啊，过去就是多丰富这样吗？对，快出现。我刚刚他是去加拿大留学，你知道加拿大多 open 吗？OK， 所以你这个去台北真的不算什么。对呀、啊，我只是去夜店而已，加拿大可能是 OK。从加拿大，因为感觉他蛮会一些。你刚刚已经说不喜欢人家动手动脚，他就是雕钢哎，雕钢硬的，对，霸道，就是要滑过来吹。对呀、啊，而且他顶多就是帮我点个眼药水吧。你也要吹的。你也要吹吗？那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一般人家眼睛红，真的会吹眼睛吗？我小时候真的会，会，好像真的会。而且妈妈一定会念说，把就刚，把就饿，两米不留，哼，然后就喝哎，真的，你去问你们小时候有听过，妈妈一定会念这样，还好，把就刚，把就饿，一些口诀，一些口诀，有人听过。然后我妈来就访问他，他就是很常这样念，然后我们就阿北喝，再吹一下。还是下次补录一个你妈帮你吹的。啊，太困难了。